兽医在里面，我始终不放心啊。哎，云儿，木星辰是去戒毒，又不是坐牢，没什么大不了，等他戒了毒自然就会放出来。那万一有人欺负他呢？不给他吃，不给他喝，不给他睡，那万一……哎，放心，我知道你担心他，看不得他受一点苦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心这么软，怎么帮他戒毒啊？啊，爹，爹！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答应你，过两天我叫大黄把他接出来，可以了吧？就不能再快点啊？你呀，就别得寸进尺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听爹的。哎，回去休息吧。去吧。